我扯不起。你为什么把它敷面？哦。我来，我看，我手机给他好吗？我脚趾头。你的手机好大，他正好在。你的手机好大。你那个小手机，昨晚你在忙什么？我是经常给他敷衍那个嘛，我也是上班的时候嘛，就这样吃一点量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是什么？我每天拿盒的时候就这样，就是没化癌的。要不然就不要放那边，放在其他地方。放在里面，墙上画的多多的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在巡一下了，我上午在大概叫你来家了的情况，他想把你过他的公司给我看，就，他就把电话号码给他，给他给你讲讲看，就怎么怎么处理，他说。我等下晚上回收给他的，他现在过客，他现在在公司的，很可能巡一叫我过，我讲我咋找不到你号码，我发火火了，你妈，你打个电话一个来。那我怎么了？我晚上我叫俺下班了，九点嘞。哦，你咋干活？我在那个火车嘛。哦，从哪给他讲的情况？我想看你给他的数据也得看，就他的公司上。